指挥长同志，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，准备完毕，请指示。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蔡旭哲，航天员宋令东，航天员王浩泽，出发。中国空间站，我回来了。我们九零后也来了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烟火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同志们，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控中心监视计算，长征二号 F 幺四九火箭已将神舟十九号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，翻板展开，工作正常。我宣布，神舟十九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